位于新北市淡水新市顶社区当中的食品杂货店，有真侪生活食品设置一间小店当中，那是为新市店面带来更加方便采买需求。店内个有设有无线电视、网络监视器，和店长伫管理上更加方便。画面当中满满的火锅料，够冷冻肉片，卖五花则是量贩店，也是大型超市。其实则是位置淡水新市顶社区内一间小店，食品杂货店。有港的风格，将真济生活食品设伫一间小店当中，那为新市顶面带来方便采买需求。店内阁有设有红树林有线电视、网络监视器，和店长伫管理上方便真济。方便的话，就是那个手机可以直接看那个你现在在录影的那个监视档案，监控档案还蛮不错的，对。然后它也可以放大，就是如果有客人就是有钱的疑虑的话，就可以就是放大去看说哦找了钱对不对？目前这样子还蛮方便的。或者是有人入侵的话，晚上我们关门的话，有人入侵的话是其实都会有显示的。店长表示，使用地位化网络监视，无需要另外去购买监视器硬体设备。那关怀及监控，皆当用手机 App 排定功能、自动过境功能，可以伫另外一间分店买到随时用手机啊，掌握着店内状况，更加会当避免真侪时常看到消费纠纷。完全就是工厂，就是切割之后呢，直接急速冷冻的，对对对。然后海鲜的部分、肉品的部分也是一样。那特色火锅料。然后跟一些调味料，有点像现在版的干妈料。嗯，目前的评价都还不错，都还蛮多客人蛮有需求的，以及住在这边海都店的客人，他们需求其实蛮大的。店长讲，店内除了有真侪食品、肉品、火锅料以外，各完形五谷杂粮、豆品、生活日常用品，清奇真侪透明层级分明，像现代化干妈店同款，加上使用智慧监控，更加好管理。而且店内阁有使用社群做伙团购，打造社区购买新形态。像这间杂货店，毋是只有幼工尔尔，伫管理上嘛兼顾着智慧化、科技味杂交。记者许端义淡水报道。